家一起Go for break。叔叔，我饿了。嗨，朋友，请救救这个饱受饥寒的孩子吧！据说半夜夜深人静时中大奖的几率最高，凌晨一点就是最佳时机。今晚陪我的就是你了，大人，是你叫我吗？大人，要松骨还是彩贝啊？大人，我都行。算了，我不行。据说在符咒上画的图案越精美，召唤的式神越强大。完成了，结合我多年的美术功底，配合过人的审美涵养，耗时数十分钟惊魂而成的呕心沥血咒。不会错吧？这次召唤出来的式神一定和我一样高大威猛，风姿绝世。那个，你这么夸我，我会不好意思的啦。都是骗人的！妈妈，他们欺负人，我要对抗。召唤我大天狗的人就是你吗？SSR， 真的是 SSR 啊！真是个虔诚的人类呢。放心吧，只要你用心侍奉我，我大天狗是天下无敌。启明大人，就算是 SSR， 只有一级也是不行的。